再睡一会儿。陆队，咱不是要去看狗吗？那么一会儿就走了。报告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当初如果没分手，估计每年都要过来住上几天。住几天不够的，可能每年都要住十天以上。他们又要叫，让他们叫。那他们要是再叫你不答应的话，他们就乱想。你都住进我房间了，他们怎么想都是可以理解的。